哎，救我！这里！哦哦哦，shit shit shit！嘿，欢迎再次回到我廉价昂带给各位的深海迷航啊！在过完今天休假就要上班了的啊，不打紧，我们还是继续来浑水摸鱼一下吧。哦，哎，我现在发现往下可以看得到一点点我自己的基地耶，哇，像360度还蛮爽。对哈，今天说要去看看阳光号的登陆点啊，明天就要上班了。或许到时候应该造个门从那边通过来才对，这样比较方便。剩4分钟了，阳光号就要来了。虽然如果照理讲获救了，以后就天天都要上班了，留在这边不用上班，只要求生存就好了。哎，这里吗？哎，哎。啊，不要点呢、欸！哦，这边，罗罗猜的没错哦，一定没有这么好康啊！直接救难队把我救走，但我想看救难队去了会怎么样，应该不可能这么好康的、啊。通常游戏一定要自己不知道努力怎么样才有办法。努力达到什么目标才有办法被救走？哎，对，我如果身上只有水，抓条鱼，抓个鱼来好了。反正我现在有，他说那个刀子可以直接加热。大盐仔，快听话，让我看看。没水准呢，在我的船附近放屁，虽然不会刮伤我的船，可是到时候我的船有点屁味怎么办？哇，屁飞过来了！大眼仔，大眼仔，麦克华斯基，好，屁。我怎么用刀子加热啊？还有得在船外面丢弃一下，吃。我怎么玩加热啊？难不成？哎，你要游去哪？你游太快了吧，这位。这样子吗？哎，真的哎。哦，居然可以这样子哦！要把它放出来宰哦。原来所谓的加热刀是这样哦，我以为是放在自己把鱼抓着，然后自己用加热刀把它加热。哇，到了好深的地方哦。不过这一带这个方向，我记得应该没什么危险生物嘞。哎，剩1分钟了，在我玩鱼的时候。哇，好深哦。哎呦，这边有个废墟耶！
我原来这边还有一个，跟我原本去的那个福岛不同的岛屿。哎，怎么又有无线电呢？我上次去的好像是反方向的岛屿。哎，Detecting massive energy signature in the region. 大规模 Cannot 信号源。identify. 哎，又是你，这是什么缝缝蟹？什么东西？他刚刚在动哎。Survivor, we see you. Man, I don't know how you held out down there. 你们在哪看到我？走开，我砍你！我跟你讲。Sending towards the landing site. Is that a building down there? 看不到。哎，我看到。Hold on, no turning back now. Positions, everyone. Touching down in ten. 那栋建筑物要怎？该不会是炮台吧？哎，救我！这里。The building. Oh, shit! Set thrusters to full. Oh. 阳光好不见了。Oh my god！ 啊，我就知道没那么好看。哎，这什么？先驱者遗物碎片。立场控制台。那如果不把这东西，没办法用。啊，锁门关着。哦。对，它不是一般建筑物，它是一个炮台，地对空炮台。啊！看到了，我不把这，哦。如果不把这那个建筑物搞定的话，我就没办法离开这里了。哇，被我猜到了，绝对回，没有那么容易让我回去。好吧，往好处想，我就可以不用每天上班了，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好深哦，晚上看起来好可怕。身上没带什么，没有带食物什么的。哎呦呀，哎，没有带食物或水，先不探索这个。听到奇怪的声音呢、啊，这样让我很紧张哎。是这一带，哎，对，有个废墟，有个好大的残骸。一堆死人鱼在外面。
十一呢。把那罐水喝了、啊。我来探险一下。这边我应该没有来过吧？这是什么东西啊？漂亮的花粉。里面还有个洞。有好多个洞。可以打开耶、欸、耶、yeah! 应该不会打开什么怪东西冲出来吧。捡到一瓶水爽。这是什么东西啊？壁挂花粉。附近天泽二海报啊。这个需要切割器。选错了。切割器。什么声音啊？我怎么一直有很吵？这配乐很吵哎、欸，是隆隆响。哦，开了。又有数据，轻质大容量钢瓶啊，跟我现在有什么差别？冲击炮碎片，我觉得我得先回去。先回去吸个氧气。啊呜耶！决定从这边的洞进去，好像比较近一点。看路啊！这里。Hello， 我有话说，没有其他幸存者，可是我也没看啊，电啊！没有其他幸存者，可是我也没有看到其他人的尸体。哦，突然被电个啪啪叫，怎么有生物的声音？刚刚也喊我的一声，又捡到水，哇！应该没路啊，那就出进来捡水的而已哦。下面看起来也没路了。那它的周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攻击炮碎片。我只是顺便要一点钛而已。小周遭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捡到了两罐水，可以小小探险一下。所以看到激光炮应该也是靠近这个星球的时候被那个鸟炮塔打击落的吧。这样应该，那阳光炮这样应该不算我害的吧。虽然看到它变形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炮台。
诶，那是几号逃生舱？六号。六号我有来过吗？诶，没有诶，六号没来过。诶，里面还有一颗铅是怎样？照明弹。哎，给掉哎！看看六号逃生舱的人，谁呀？那边呢？亲我的船。幸存者吗？有了六号，我不该让他抛下我一个人出去收集材料的。天都黑了还不见回来，说不定他已经去汇合点了，又或许他已淹死或者被外星人杀死，我不能坐以待毙。好，发射一个求救信号弹，点燃信号弹的声音，舱门打开的声音，船员，你在做什么？我在发射信号弹啊，你怎么去了这么久？那不是信号弹，赶紧扔掉，你会伤到自己的，爆炸声。所以他把炸弹当信号弹是这个意思吗？有没有这么蠢啊？所以六号船是这样被炸掉的。啊，看人多必有白痴，干什么干什么？人多必有白痴，所以嘿嘿。那我是有来过，好像。树多必有枯枝，人多必有白痴，所以像有的人是自己笨死的、啊。核废料垃圾桶。我的东西差不多改满了。Yeah。既然没有被救走，就继续在这边生活吧。我回去看看还有什么装备可以做。来加增强自己身上的装备。下海，我瞧瞧，这样可以吗？可以，然后这边再建个，我还用玻璃的好了，玻璃的。玻璃，玻璃。要两块玻璃哦。那个得四个石英呢。哇，石英开始有点不够了。我在冲哪回？还没冲。还没做成玻璃就想出去，玻璃，玻璃，转向。
哇，我要瞧瞧，我要瞧瞧。哇，碎啦，这样比较方便接通，然后又有风景，太赞了，又可以看风景。这房间还真简陋，而且没有窗户啊。到时候去收集一些死因来啊！啊，到这星球上来还没睡过一觉。睡一下看看 睡觉初体验，啊，舒爽。睡完扫描一下自己看看，哎，他说只显示个感染，然后什么都没讲。特大容量钢瓶，轻质，有什么差别啊？那用大容量，哎，脚蹼升级，哎，我现在是什么脚蹼？哦，那我来升级脚蹼啊！脚蹼看起来是我有的材料，硅胶梨。硅胶，这边没有梨。哎，不要跟我讲我没梨了吧？啊，这边有一个。然后硅胶，硅胶是要用啥玩意做啊？哦，海藻种子，安装完啦。Play partially translated broadcast.我怎么觉得听起来不太妙？发现九名新型生物模式狩猎分析乱码，请与其他猎空者共享位置。没有。硅胶要。玻璃管让我想到巨齿鲨那个小女孩被巨齿鲨吓到的那一幕。喂，娇。我一次就做了两个。缺什么东西啊？紫色先驱者芯片，动力脚蹼，两个硅胶，还要钛，
再带个牌，太容易了，刚捡。对哦，那就把脚蹼拆下来。耶，动力脚蹼。我还以为是有动力的，原来只是流线型，还是得自己游啊。喝个水。走路啊！哎呦！哇！哎呦，那怎么？那怎么旋物旋转物品跟旋物品是同一个键啊？搞屁呀！哟，哎，倒是可以放船头。哎耶，我的房间有装饰了，呵呵。三个钛跟硅胶，把房间做个门好了。房间没有门，看起来怪不安心的。哎，这边不能做门吗？啊，这边不能做门哦！看我的房间不能做门。那如果是这里耶，靠！房间不能做门，我一定要……好啦，虽然我是一个人住在这个地方是没差啦。我在这边做好了。增强我的基地稳定，基地的坚固度吗？啊，看要怎么直接把它吃掉。哎，啊，不小心把它吃掉哎。我应该是要把他们烤熟的。啊！有点，哎，烤熟，我还没吃。哎，原来这不能抓来吃啊！大眼仔，哎，啊，烤熟放下去了。那这样不就是烤熟直接泡水了吗？没照，
水。扫描器好像换个电池好了。石釉玻璃塑钢镜，都是我做出来的东西耶。磁铁矿塑钢镜，塑钢镜好像是要用，要多一点钛。那我来，对吧？要锂跟塑锭，还有几个啊？一个塑钢锭就好，然后两个磁铁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钛锭。哎呀，得一直看材要什么材料还蛮麻烦，还要两个梨，我在刷赛，我好像没有梨了，这还有玻璃。有一堆磁铁矿，哇，没有梨了，好吧，我们来去找材料。身上是不是还有水啊？我这边都没有水了，不会吧？还是在潜水艇？啊哈，落在水底！啊，让我上去啊！有哎，有大罐过滤水，好，那就这样吧。话说，锂好像要到有页岩的地方就可以了哈。大蘑菇，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啊？可以进来耶，未知生物的蛋，我不太想捡，在蛇菇里面的蛋。矿还很多，水啦！那里面都有蛋呢，有。
哎，九十钻石。我需要你呀。离，哎，谁又偷撞我的船？哎，哎，这又是金块。他探索过的地方的那些资源会不会再生哟？啊！谁呀？就这样一直直往我的船撞上去。哇，好像不太会再生呢。爷，你走开啊！看起来就绝对有危险性的生物。喂，咬屁呀！这样有两颗梨。我靠，还来！他钻进那个蘑菇里了。有两个梨应该是够的。什么声音啊？我找不到往上的位置啊。顺便修一下我的船。没事跑来撞我的船。两个魔物猎人一样的读心经变条，想要什么他就不给你什么。我找不到向上的路。有了。应该是够。为什么还有一个小废墟我没来过？急救包，里面有什么吗？没有藏任何东西，这只是让我来捡个免费急救包的。是有人撞我，又有人撞我的船，我听到咚一声，那什么怪声音啊？
感觉像就是像我在我的头后面有个怪声音，感觉不舒服了。啊，这样离应该够啊。打到回复。啊，这边应该不是我刚潜下来的位置吧？果然，我靠，离我基地超远的、啊。哎、欸，顺便捡块板子回去做菜。呀、啊，哇，东西好满。对了，好像也得找看看，算诶、欸，牙齿那个什么生物的牙，我好像还有诶、欸，气泡鱼卖照。抓来把你泡水。什么声音啊？哎、欸、哎、欸，又一次在卡，来强插我的船是怎样？小鱼不要跑。好，回家回家。哎、欸，刚好又看到奇，哎，又在人家附近乱放屁。哎、欸，我们听到爆炸鱼的声音。好，身上哇，太多东西了。我又回来了。Welcome aboard, Captain.喝个水，哇，大瓶的好爽啊！把泰定拿出来。需要一个 N1 模组嘛？看还有什么？先看好，是两个石矿石跟石釉玻璃，两个石矿石，哎，我没有其他石釉玻璃了，稍等，这边还有一个玻璃。只有玻璃，耶！海鸥要升级，三塑钢锭，哎，搞不好做得出来哦，搞不好做得出来哦，
各位，我们搞不好可以直接升级到最最好最深的，我只要再做出一个塑钢锭，哎呀，要锂跟什么塑钢锭，两个锂有，然后再做个钛锭出来就好。五个，六七，六七，哇，哇，该死，我太不够。快快快！就这样一个一个做还蛮慢的，不然一次做一整批吗？大人才烤一次，剩下一只是预备粮食。好，水先塞进去吧，带两瓶在身上就好了。好，出去找钛，就差钛而已。找废金属，哎呀，又有人放屁的声音。废金属，废金属，平常不要很多，现在要找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平常不是在我附近就一堆吗？是岩块，我还以为是石英呢。我想说石英，我现在也缺，就顺便捡一下。哎呦，啊！哎，有了有了。话说，我这个是不是已经探险到一半了？还是已经？是不是有？对。我总觉得这个切开的好像就是通外面的感觉。刚切半天没有切到，浪费我的电。不是也不是通外面呢。是有什么东西吗？载具碎片，风扫描好了，反正扫了有钛。这个洞是怎样？通哪里？阿靠！不切也是可以相通啊，那我是切心酸的哦。这边还有两块废金属，这样应该就够了吧。
哎，啊，又发生车祸。来来来来来，哦，塑钢。氧化金铁，就那时候没事捡了几个，哎，只要三个就，还差一个，应该还有，有了，耶！直接升到最高，好，来去安装。下来，横山，耶、yeah, ，可以到900米了，哇，让我可以潜到900米了，碎啦！好，哎呀，塞不下。还是多一个N1出来，太多加也不会有效果，一次只能装一个。好，好啊，那今天的冒险其实好像没做什么，好像没做太多事。哇，如果这样子下次就可以去，诶，好，那下次的冒险不管是去300米跟500米都没有问题啦。诶，原本想结束实况了，就发现原来还有一点时间呢，那我们就去金长官的最后位置瞧瞧吧。我看带，诶，身上带三罐水好了。其实也不用哦，我潜艇里面还有食物跟水啊，那我们可以直接出发去冒险了。哇，可以潜到900米的，我再修一下潜艇。好，金长官的最后位置，走，我们去瞧瞧，300米。哎哎哎，三宝啊，从旁边横着游过来。啊，300米，哎，剩下600公尺的距离了。这山我是要绕过去还是怎样？耶，好深的地方哦。到底是哪个天兵会把基地建在这么深的地方？这地方看起来有点不妙哎。那从这裂痕下去吗？哇，
超过200米嘞。在哪里啊？这边怎么又有这个？那绝对是人造物吧？哎，可以扫描哎，外星管道系统。谁呀？这边撞我的船。哎，而且在这边有氧气可以吸耶！哎，邪木草，什么鬼东西呀？哎，什么声音啊？到底是谁在撞我的船啊？没水准。哦，我找到，哎呀！有那个稀有的矿石，不捡白不捡。哇，这是一个海底通道哎、欸，有食人鱼，我刚好瞄到食人鱼在附近游。哇，因为也太多这个。太多这稀有金块，不是金块，什么氧化铝晶体，这么多一点都不稀有了，好不好？也蛮多石英的，刚好缺这几样东西。金长官嘞，居然还有一般沙岩，200多米嘞！好熟的雷纳鱼，哇，口感辛辣，有烟熏味，热量较高。哦，它饱食度还蛮高的，两尾船呢，好像东西捡的差不多，该去找金长官了。金长官，你在哪里？哇，金长官，你的救生舱是怎么掉到这么深的地方的？19号逃生舱，而且都不会有尸体耶，讲他们没有活着啊，可是都没有尸体。船长说：“金，这里是极光号，收到，请回答。”金说：“收到。”船在计算机分析确定在这个坐标附近，可以重组幸存船员。我将这个任务交给你，坐标已经发送。了解，但是您。现在他们的生命都扛在你一个人肩上，请对他们负责。船长，你也需要撤退啊！不行，你们会需要尽量完整的极光号来回收资源，并通过它联系阿尔特拉总部。我必须将极光号坠毁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极光号发达人金说：“船长，船长，失去联系。”那你的极光号还是会放辐射啊，还是我去修的啊，船长？那你到底在上面干了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可以扫描凝胶球，外星生物啊，它可以吃哦。
我怎么记得好像就是要用那个东西做，诶，时空胶囊。哇哇哇，我用时空胶囊打开给我一堆东西啊。动力充电装置是，诶，这我已经有了。哇，东西快满了。金长官，你在吗？为什么他们人都会破洞啊？哎呦！为什么他们的逃生舱都会破洞啊？是怎样？还存在这么诡异的地方？我瞧瞧，二副金哦，逃生舱二副金的船员日志。致所有船员，如果你收到这一讯息，请无视我的安全，尽全力抵达最近陆地上的汇合点，和所有其他幸存船员汇合。我希望能在岸上看到你。哇，二副真是太伟大了！啊，你要无视他的安全。那我们连尸体都找不到，哇！然后你要回去，有那个会乱射，你要把尸体带回去给他的家人都不行啊，物品满了，买个虾啦，喂，没礼貌的东西，哇！喝罐水，喝罐水就可以。哦，如果拿刀砍他会怎么样？啊，劈不死他，靠！玩这款游戏，啊，东西满了，回家去吧。上面，有个海沟，所以他们逃生舱也太会掉了吧，哪不掉掉到这下面来。哇，好深哦。我怎么。啊，是因为晚上的关系啊，那抬头什么都看不到。真的很怕黑暗处藏了什么东西。你的深水症最怕的，深海恐惧症。呀！你是重猴，有那什么怪知识？哎，天开始亮了。你是胶背鱼？我都忘了我把这东西丢在这里，这些鱼好可怜的，永远被吸在那边，而且他们还不会饿死。啊，到家了，到家了啊！我想再做个储藏室。
储藏柜，柜子，哎，柜子在哪？哎，刚好身上有。东西完全就是乱塞，好，就这样。哇，东西真的很多，高级材料哦，果然，气凝胶。我之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需要用到气凝胶啊？气王要建什么东西？然后是海王星号发射平台。哎，电话！我找到一个是海鹅号的鱼雷模组，可发射非致命的漩涡鱼雷。哇操！这里就是一点用都没有了，漩涡鱼雷。然后还有毒气弹。所以没办法用来打那些危险生物。攻击炮位还没做，所以气凝胶目前就只有那个东西，只有那个会用到而已。鱼雷啊，对，还有海水过滤器，对，我要做海水过滤器。好吧，那就来做，把它用掉啊，气凝胶。还要铜线跟钛，铜线，哇，铜线哦。话说我身上的好像已经没有，我身上好像已经没有铜矿石嘞，有一个，这个是金块。这个也是金块，金块同矿石傻傻分不清楚。我竟然缺这么简单的东西吗？这边的东西把它拿出来好了，然后顺便出去找找同矿石。结果是银矿石，把银矿石崩掉。铜矿石应该不是什么稀有的，多稀有的矿石啊！啊，钛现在有很多，先不要。我要铜矿石啊！给我铜矿石，让我有一台海水过滤器。家中有一台，不用抓气泡鱼，一点都不押韵。铜矿石。为什么都没有？铅、金块，为什么这时候才出现很稀有的矿石？没得敲了。
哎呦，我的妈，什么东西啊？哎，有一颗，我是被自己的潜水艇压到吗？吓死我了！哎，牙齿啊，汪 Q。喂，你走开，别想偷咬我屁股。早就知道你对我的屁股有意思。爆炸鱼，爆炸鱼，走开啦！有硫磺哎，懵 Q。什么东西啊？哦，只是场景的贴图凸了一块。未知生物的蛋，我连鱼缸都没有。啊靠，就是太。离我的潜水艇有点远啊。哎，铜矿石，看有几颗了。三颗，那只要一个铜线啊，够了，先回去做我想要的东西。喝罐水，哎，我没有小罐的水了，我剩大罐的，好吧。大烟仔，大烟仔，哎、欸，我烤到什么东西了？我刚好听到"滋"一声，还没看到大烟仔，耶、yeah! ！烤到一只大烟仔，哦，好吃啊！哎呀，这柱子有点乱加的感觉。啊！做铜线，做铜线。然后还有什么鬼？铜线、天然胶，然后三个钛。三个钛有，耶、yeah, ，这样就可以做。海水过滤器，应该是用。生物将生物能转化为电能，可是这东西我要装在哪里啊？这里呢？哎，可以。海水过滤机，哇！按着它还会过滤、哦，呜、哦，好帅哦！它真的在过滤，可看样子需要时间。哦，我看它耗电，哎呦，它好像有点耗电能呢。
是不是应该要再做个太阳能板？两块石英，两个钛，跟铜矿石，身上应该有。来做个太阳能板，加强我的基地电力好了。两块石英，啊，铜矿石哦，是吗？啊，哦，对，那两个钛。啊，做太阳能板去。诶，我是不是能加在这上面啊？我们把太阳能板加在这上面。上不去，不然如果太阳能板能加在这边，应该很容易吸到太阳的。算了，搬家这里啊，转方向，好了。哇，果然，哇，但如果白天之前，诶，他怎么有时候不就不会显示，哦，有了，哇，他会自动做盐出来啊，但我以后还可以做。以后我就可以做那个就可以做腌制食品来吃了。哇，完蛋完蛋完蛋，能源不够。哇，这样我觉得我得再做多一点太阳能板呢。热能发电机将热能转化成电能，这个也要气凝胶哦。完了，要停电了，要停电了。停电了，停电了。啊，这样再算在水面上，看来水面上不会耗空气，太好了。好暗哦，黑漆漆的一片，就像我的人生，太可悲了。欸，为什么又有一个极光号汇合点？哦，这个是所有人员在那边汇合，啊，不就是刚刚那个，啊，不就是阳光号要有去的地方吗？反正去也没人，啊，只能等天亮，到时候再看天亮能量，我太阳能够不够我，够不够我吸收？完就得做热能发电机好了。好，那今天冒险就先到这边啦。下一回就带大家去看德加斯号船员基地，在500公尺深的地方，应该很有看头。那么我是廉价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点个赞跟帮忙订阅我的频道，每日都会更新，让你们有影片可以看。那么我们下支影片见啦，拜啦朋友们。哇，风景其实还蛮不错的。Thank you.